天在京剧团上班，晚上出去跑代驾。凌晨有4点左右，骑电车路过那个民心河，看见120，他们说有人跳水了，离我们有15米左右吧，我就看见那个水里有一个女的，沉下去有小半米，他们就拿那个消防钩勾她吧，勾不着，我就脱完袄跨过那个栏杆，当时就没有顾上脱鞋，跳下去以后，脚底下的鞋灌满水以后，觉得特别沉，我就拽住她那个领子，她那个脸就冲着上，最起码不呛水了，然后我就游游游，那个民心河吧，它都是石头和水泥砌的，比较光，也抓不住。门卫师傅有一个消防钩，我俩死沉死沉的，肯定是拖不上去。南边有一个小码头，就拖着我往那边游，就把那个女的就拖上来了。保安呀，还有代驾小哥，他们把她抬到担架上，然后120就拉走了。别管是传统戏还是叫什么戏，它都是弘扬的一种正一点的能量吧。所以说我们一直在这种氛围里边熏陶着，就是本能。当时没有想动作比这个思想吧快了吗？反拍在想跳不跳的时候已经下去了。我觉得一个小事的话，别管他们点赞也好，褒奖也好，就是让我感动了。其实他们都有一颗崇尚那个正能量的那个心，就是事儿他们没有遇到，我遇到了而已。